阿静走咗，点解咁突然噶？我叫阿邦，新加坡人，阿静系我老公。阿静曾经跟我说你们年轻的事情，系咩？佢讲过咩啊？头先个老拳蛋，你识噶？达令哥。 你唔中意女人噶？我唔系基，我冇问题，我哋两个都冇问题。我系一个女人，我外边唔系，我里边系。而就算你不同意，也想你知。 你咁样真系折磨佢啫！而家系佢折磨紧我啊！我连个点面对佢我都未知啊！<笑> 世界大同样逼真，我却在期待对等，祈愿够，期盼找到真正彩色。